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占卜频道。他对你隐藏的欲望是什么呢？所用的牌卡是银乌素塔罗牌，偏向心灵、精神、灵魂塔罗牌神谕卡，大天使加百列神谕卡，还有字卡，总共有三个选项，都是像艺术品的美食。对应这次主题，凭着目前的直觉，心中想着温补的他，当下的你最被哪个选项的美食吸引着你呢？选好了的话，可以直接点击在你准备好了的时间走。这次要做的主题是，他对你隐藏的欲望是什么哦？我给选到第一组，感谢你的到来。这下中的主题是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抽神谕牌卡一起来看。你要问的这个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欲望是哪些呢？抽一张主题牌卡，给选到第一组的你一起来看。这个人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好嘞，以主题牌卡来看呢。这个人他知道他过去做了一些错误，他是很想要前进的，对你的心还是那么火热，但是他退缩了，他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气消。如果他接近你，你会反感吗？你会把他推开吗？你会拒绝他吗？现在他保持耐心的在等待着最佳的机会，他有这个计划哦，他真的有这个想法，想要跟你重归就好，想要继续的跟你成双成对的，他在等待中耐心的等候，他也希望你能够给他一些耐心哦，别那么容易的对他发脾气的。没有你的日子他过得好无趣，很无聊哦，他希望得到更多你的关注与爱还有关怀。给选到第一组他对你的隐藏欲望，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呢，这个人他是觉得你是一个很能够令他心动的一个人，但是呢他只能够远远地望着你，不敢向你前进啊。有两个理由哦，一就是他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，他怕你会拒绝，怕你还在生他的气。第二呢，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够好的，不够配得上你。如果他接近你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不自量力呢，反而会把他推得更远呢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虽然对你动了真情，但他还是保有耐心的跟你保持距离，他在等待着最佳的机会哦。他希望你可以多一点的耐心的，给他就是一点时间去让自己变得更进步起来，让自己做好准备去向你表白。表白也需要勇气，也需要时间哦，也需要准备。他真的有这个计划，他不会永远的去跟你保持距离哦，他总有一天会采取行动。他呢就是真的很想要跟你成双成对哦，他发现没有你的日子里，他是过得好无趣，很无聊的。只有你能够把光亮带给他，只有你能够令他心里变得比较好受起来。看塔罗怎么说，他对你隐藏的欲望。这个人他就卖关子哦，他顾虑的太多了，他想的太多了，所以他要采取行动呢，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准备。其实他觉得你很棒哦，他只是没有一直把这些赞美挂在嘴边。他知道要一份稳固的感情需要从低做起的，就是慢慢来的，就是从朋友做起，或者是从细小的微妙就是细微的小事从那里着手哦。再看，由于太过的想要跟你有一个长久的未来，所以他没有一步登天的那种想法，他保持耐心都是为了要跟你有一个长久的未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也很想要活力十足的冲向你哦，心中对你的热情已经快要憋不住了。请原谅他一副冷冰冰的那个样子哦，很多的赞美的话没有挂在嘴边，其实他是很欣赏你的。你们已经是恋人了，他把你认定为他这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哦，只有你能够给他浪漫想恋爱的冲动。
现在他一步一步来哦，按照着计划一步一步的走向你，可能没有令你感觉到他对你的这一份积极，其实他有在努力中。只有在你的身边，他才会觉得自己是完整的，你们是属于彼此的。在黑暗的日子里，希望你别放弃他，别把他忘记，心里也保持耐心哦。其实他也是很不好受，没有你的日子里，他完全过不好他的日子哦，睡眠也受到影响。所以这个人他对你隐藏的欲望是什么呢？他欲望着想要跟你有一个长久的未来哦，他不是只是想要满足一时的那个肉欲的需求，他比较贪心，他要你跟他就是永久的在一起哦。由于呢太过的想重视这个感情，重视这个缘分，他采取行动会比较缓慢，甚至会令你感受不到他的积极与努力。他现在呢就是考虑的比较多，也许你不明白哦，他考虑的比较长远哦，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，尤其是赞美你的话，但是他就是卖关子藏在心底，不让你知道他的计划，就希望你就是可以给他耐心哦。如果你还会气消的话，他觉得有必要跟你先保持距离，不然的话你会反而更讨厌他，他为了你们将来着想，他才会忍痛的不那么积极走向你。其实他心是对你非常火热的，没有你的日子里他度日如年，希望在这黑暗的日子里，没有他在你身边的日子里，你不要把他忘记，他的世界要有你才会完整，他在等着你哦。就这个人他在就大家需要他觉得时机不对乱采取行动，反而会弄巧成拙，所以他也需要你保持耐心哦。你不知道他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他装得极辛苦，心中明明对你非常火热，但他又装成冷静，装成冷酷的那个外表，其实他也是不好受的，他也很想要冲向你的，去把你紧紧的抱着，但他觉得这有必要呢，去给彼此空间哦，尤其是如果你还在生他的气，又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，他认为有必要去花更多心思在自己身上，让自己的过去不好的毛病给他清除掉，让自己可以成为更棒的人，让你去重新去愿意接受他，对他产生信任哦。看字卡怎么说，给水到第一组，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？一起来看字卡，他有什么话想说。当你不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会胡思乱想，然后会伤心难过。他答应你，他会永远的照顾好你，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他对其他人产生不了这种渴望，他只对你有这一份渴望。如果你不见了，你可以去找他。不是不见了，这个如果你感觉到很迷惘，你的心感到空空的，你可以找他，他愿意填补你心中的空虚。他觉得你们之间在沟通的时候总会有误解，明明他要表达他的爱，却被你误以为他在伤害你，太多的误解了，没有任何事情比你更加的重要。他现在需要把自己的收入与事业金钱变得更稳定起来，也许无法给你太多的时间，但请别因为这样子认为他不再爱你，他的努力都是为了你们的将来，他想的比较长远。每当见到你，他还是会心乱撞，对你还是有感觉，很希望你能够100%的注意力只在他身上，别再三心两意哦。跟随到第一组字卡来看的，他说其实跟你之间如果没有说话的话，他也是会很难过，他也很希望跟你有更多的交流沟通，但没办法，他现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赚钱，去让他的事业他的收入变得稳定起来，他想的会比较长远哦，先苦后甜嘛，
他为的就是你们的将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。一段感情如果没有面包的话，这个感情不会是健康的感情哦。他答应你，他会永远的照顾你哦，不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不让你再掉泪。对别人他无法产生这种渴望哦，只有对你有这种感觉，他依然见到你会心乱乱撞。他骗不了他自己，他心里还是有你的。当你感到迷惘的时候，迷失了自己，你可以找他，他是欢迎你来见他，他愿意做那个帮助你走出黑暗的人。他觉得你们之间有太多的误解了，很多时候他明明一番好意，想要对你示爱，想要表达他对你的关心，却被你误以为他来伤害你哦。真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好好的跟你相处，但他会努力，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呢，没有其他人比你更加的重要，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更加的重要。他也希望得到你100%的注意力哦，请你别再三心两意了，他会给你幸福。看这个中文字卡，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？别说我变了，有句话叫拜你所赐。其实他是变成怎么样，就看你怎么样哦。你对他怎么样，他就对你怎么样。我这辈子只想好好爱你，因为你值得。他好想要好好的爱着你哦。分不清我们是在赌气还是真的分开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们之间是真的在赌气，还是要真的分开吗？看这个神谕牌卡怎么说，给选到第一组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？抽三张一起来看，有什么建议？好了，这张就是你们之间可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哦，就是在。语言表达方面可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哦。你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藏在心底，还未告诉对方，不是吗？那么大胆的说出来吧。你是值得被爱的，你是值得拥有幸福健康。所以这张牌卡是说，你跟其他人一样哦，就是在天的，在老天爷的眼里，大家都平等哦，没有谁是比较。被爱，所以比较应该被爱，就大家都一样哦，就是一视同仁的看待对方吧。当自己需要被善待的时候，也可以就是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是否有得到你的足够的爱呢？看他有什么。你可以把你的心思写起来哦，不一定要一直找一个人去倾诉的。与其把太多负能量给对方听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写起来哦。就是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你说你的那种比较负面的，心事的，也不是说不要说吧，但也可以，这个就只是一个建议哦，你也可以考虑，写起来，也是一种抒发情绪的一种方法哦。你会发现你的心情会变得好起来。最后，我们看这个答案之书有什么要说呢？一笑置之哦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哦，问题没有那么严重。好啦，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希望你喜欢，看你什么祝福语呢？祝你与对方相处起来都是欢乐的，欢笑声满满的，保持愉悦的心情过每一天哦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如果喜欢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留言哦，拜拜。Hello，给选到第二组，感谢你的到来。这下中的主题是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抽神谕牌卡一起来看。你要问的这个，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欲望是哪些呢？抽一张主题牌卡，给选到第二组的你一起来看，他对你隐藏的欲望。好了，以主题牌卡来看，这个人他觉得你们之间距离太遥远了，他想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，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。他好怀念过去刚刚爱上彼此的那一份热恋期哦。
现在好像慢慢的走向平淡，距离好像变得更远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哦。他还是很想要做点事情，很想要做点事情的去解决你们之间距离的问题，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实在太有吸引力了，他已经无法理智一点的去看待问题哦，他很需要你。给选到第二组，他对你隐藏的欲望。首先，你主题牌卡来看，这个人他觉得你们之间是有距离的，你们之间好像隔了一道墙，你好像不再像过去那样子的，什么都分享给他听，你好像对他好像有一些防备心哦，戴着面具。他好怀念刚刚爱上彼此的那一份热恋期，现在这个感情好像慢慢走向平淡了，你好像没过去那么的热恋的对着他，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？他就一直想尽办法的想要做点事情去修补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想找回过去的热情，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要他放下这个感情，他也做不到，因为呢，你是那么的吸引着他，他比他过去还要更加喜欢上你，而你呢，却掉反的，他就越来越喜欢你，你却给他感觉好像你越来越不喜欢他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看塔罗怎么说。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谁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。这个人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欲望，这个人呢，他无法就是过平静的日子哦，他一直只要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，他无法好好的平静的过他的日子，他的心乱如麻。他好渴望你能够跟他更多的说话哦，你摘下面具，把真相说给他听好吗？到底他哪里做错了呢？到底你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你们之间好像隔了一道墙呢？他还是很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他还是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，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大的距离，他也想要，他也相信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就好像一个白与黑加在一起哦，还是可以，就是诞生一个不错的婴儿，怎么说呢？再看，哦，他隐藏的欲望，他想要跟你有一个小宝宝是吗？他的心对你非常的火热，他想要得到你的原谅，他过去呢？就是因为太过的爱你，太过的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才会对你有掌控欲，令你有窒息的感觉，那都是因为太害怕失去你哦。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好像做什么都错。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世界要有你才是完整的，你是他的真爱。他好渴望这种不清不白的关系可以告一段落，然后跟你光明正大的恋爱。这个人他对你的心是稳如泰山的，别怀疑他对你的爱，反而他需要你更多的这个安全感哦。他现在是觉得过去有太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，他希望还有机会去修补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有什么可以告诉他哦，你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说给他听，你不用担心他会背叛你，会伤害你。给选到第二组的对你隐藏的欲望，他渴望着你们之间的距离可以拉得近一点，或找回过去那一份热情哦。现在呢，他有危机感了，他觉得这个感情好像摇摇欲坠了，他无法就是安心的过他的日子，他心乱如麻，一天不解决你们之间问题，他就无法专心做其他的事情。他充分意识到了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，也许过去他不懂得珍惜你，做了很多不够好的地方，希望一切不会太晚，他想要在将来的日子，你还能够给他机会，去让他证明给你看，他是那么的深爱着你。
现在他觉得你们之间有太多不清不楚的地方，到底他自己哪里做错了呢？到底你的心事是什么？为什么你比起过去没有那么的关心他了呢？到底你在想什么？他好渴望你可以在下面去跟他把真相说出来。这个感情他觉得是时候呢，就让这个不清不白的这个暧昧不清的感情可以告一段落。他要你们的感情可以公告全世界，去公认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一对。他想要你更有把握的去跟他交往，跟他恋爱哦。虽然大家来自不一样的世界，也许有很多不同的观点，但不代表是不能在一起。他依然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，他的心就是那么稳如泰山的爱着你。他就是有危机感，所以过去他会比较有掌控欲，比较有占有欲的对着你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，你会想要疏远他呢？他一直在想到底他做错什么，他知道他对你的心是非常火热的，所以导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热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被烧伤的感觉。那都是因为太爱你，他害怕失去你哦，他知道他用力过头的，就请你呢就是教他应该怎么做吧。他对你是真心的，如果不小心伤害了你，他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对你说声对不起。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好像做什么都错。你可以帮助他吗？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呢？看自卡怎么说，给选到第二组。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？一起来看自卡。他有什么话想说？跟你在一起度过的那一些日子依然很印象深刻的刻在他的心里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你的回忆。他现在呢，觉得担心着你好像即将不要他了，所以他跟你保持距离，不让你有机会对他说什么伤害他的话，不让你有机会对他提出分手。你应该不知道你带给他的伤害，你也许认为是小事，但因为他太在乎你了，他会比较敏感，所以你会认为小事，他却觉得是很大件事哦。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吗？为什么你们那么有缘呢？你就是他的那个顶梁柱哦，他很欣赏你，只有你他才会找到振作的理由，找到活着的希望。他后悔过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想得到你的原谅。他觉得他这一生是命中注定要来爱你的。过去他一直在感情中跌跌撞撞，一直都在受伤的，他不想在这份感情也是一样。如果他对你说出了分手，那不是他的真心话，因为他没安全感，他觉得你即将对他说再见，他才会先下手为强，这不是他本意。给选到第二组一次来看呢，他说只要跟你所度过的每一个日子他都很记得，只要是有你的回忆他都很记得的，他无法把你忘记，你依然是那么重要的人。你应该不知道你对他造成的伤害吧，也许你认为不算什么的事情对他而言是那么的影响着他，因为他在乎你，所以他变得比较敏感起来。他有时会刻意的跟你保持距离，不代表对你已经失去兴趣的，因为他认为你好像即将对他说分手了，他不让你有机会去提出分手，不让你有机会去说什么伤害他的话。在过去的恋情中呢，他的前任都在伤害着他，他一直在感情中跌跌撞撞的，他真的不想在这个感情也是一样。他也许就是跟你说分手都是假的，如果他已经对你说了什么，那都是因为他觉得你即将不要他，他才会先下手为强。你们分开绝对不是他的本意，他觉得他命中注定是要来爱你的，你们是有缘分的，他要忘你，忘记你忘不了哦。他也好挣扎，你是他的顶梁柱哦，没有你的话他找不到他活着的意义，没有你的话他就失去了动力。他后悔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希望那些不喜欢、不开心的事情可以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？可以选到第二组来自对方的心声。
我的爱怕你知道，却也怕你不知道。这个人也很玩矛盾哦，怕你知道又怕你不知道。算了吧，有时候他想努力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努力。我很怕我说错某句话或做错某件事令你心情不好。他很小心翼翼地跟你相处，他太在乎你了，他太照顾你的感受哦。看这个神谕牌卡怎么说，给选到第二组，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？抽三张一起来看。就是在对方相处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接收很多不一样的讯息嘛，但是就选择放大听到的正面的消息，正面的信息哦，尽量的就是别因为心中的恐惧去影响着你本来要达到的目的，达到的目标哦。所以以一个正面的心去迎接所有的问题。再看拿出你的这个艺术哦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更漂亮。再看，相信你真实的自己哦，相信你的优点。在这个情况里，你是有能力去解决处理的，你有足够的这个知识与智慧去处理你们之间的难题哦。看这个答案之书有什么要说呢？给选到第二组，对别人保密，就有些的话不一定什么都要说出来哦。就尤其是你与对方之间的这一段感情，如果有更多人知道，反而更难解决哦。就可能他们不知头不知尾嘛，他们只知道一部分的，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的复杂起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两个人的事情就两个人解决吧。好了，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希望你喜欢。看有什么祝福语呢？祝你与对方的感情是永恒的、不变的真爱，还有就是长命百岁哦，长长久久，但愿人长久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如果喜欢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留言哦，拜拜。给选到第三组，感谢你的到来。这家这么的主题是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抽神谕牌卡一起来看。你要问的这个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欲望是什么呢？抽一张主题牌卡，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，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欲望是哪些？好了，以主题牌卡来看，他想要你们的感情就是可以一起合作度过难关的，让这个感情真的有开花结果的一天。他要的是一份真的有结果的一份感情。你是那么的强势，你是那么的影响着他，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有很多的挫败感哦。每当你骂了他，批评了他，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，但他没有告诉你，他都背地里自己哭泣，自己面对自己心中的伤。他现在很需要你更多的能够支持他、鼓励他、帮助他。给选到第三组，他对你隐藏的欲望哦，他要的是一份真的有结果的感情哦。他不想要你带着一份三心两意的心跟他交往。在这段感情中，你已经是比较占上风的一方，你是他们的强势。有时候他没有在你面前摆出那个臭脸，但其实呢，他心里是很多的挫败感的。尤其是当你批评他、骂他的时候，他是很难过的，他受不了。每当你骂他，每当你强势一次，他就会担心这个感情会不会没有结果呢？他很需要你更多的能够体谅他，给他更多的陪伴与照顾。看塔罗怎么说。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这个人他觉得你们的问题只要大家一起合作，
一定能够开花结果的，就是大家要站在同一阵线哦。他想要你更多体谅他、了解他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们内乱，你们就是一直打架、吵架的话，那么很容易就有第三者趁虚而入的。他不想要这种不平稳的感情。你们之间其实是门当户对的哦，你们大家都是一个，一样都是很有能力的人，没有谁是比较差的。他想要弄清楚到底你想要他怎么做呢？他自问他已经做了他可以做的，他可以给的，他可以付出的，他都做了。但是还是满足不了你，你还是有很多，觉得需要他进步的地方。他做任何事情，你总会找到一个点去批评他。他真的是觉得满满挫败感哦。再看，无论他多么的努力，你还是有要挑剔他的那个点哦。他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？他要你就是明确一点的告诉他你的计划、你的打算、你的想法、你的要求是什么？你对他的沟通太少了，你都是静静的，一副很严肃的样子。他想要你们可以更轻松一点哦，别一直想着过去。就每当他做错一件事情，你就拿出他过去的旧账，然后数落他。然后他觉得，为什么你的记性那么好呢？你可以不要那么的记性好吗？他要你对他公平一点哦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不是吗？在一份感情中，本来就应该大家都平等哦。他渴望着跟你发展成一份更加多、有趣、好玩、轻松的一份感情。你是那么影响他，有时候你的火呢烧伤了他，你也不知道，他暗中流泪，暗中哭泣。但即使是这样子，他还是，努力的想要维持这份感情哦，他没有想退缩的。他一次又一次的给你机会哦，给选到第三组，他对你隐藏的欲望，以塔罗牌来看呢？他想要你更多跟他可以合作，一起好好的有商有量的，而不是你高高在上的一直指着他。当他做错一点小事，你就翻旧账，拿他很多过去做的错误去压他，然后他觉得很有窒息感。然后他这个感情，他不是他想要的，他要的是一份比较轻松快乐，然后很多有趣乐趣的一份感情哦。你不知道每一次你骂他，你强势的那一面出来的时候。他就满满的挫败感，他就会怀疑这个感情不会长久哦。大家都不是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不是吗？对他公平一点可以吗？他可以做的他都做了，他付出的，他可以给的他都给了。但你还是有找到一些能够挑剔他的点，他真的不明白到底你要的是什么，你又不明确的给他知道你要什么，你就是一副冷冰冰、很严肃、很默默无语的那个样子，令他就是很怕哦，就是跟你相处实在需要太多的这个精神了，就是太需要警惕的心了，就有时踩到你的尾巴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就会很容易生气的那个样子，令他很受伤哦。他没有在抱怨，他还是很坚定的心想要跟你有一个未来，他还是很坚定的心想要跟你有开花结果的一天，只不过他心里是空空的，他也需要你更多体谅他、照顾他、给他爱、给他关注、给他保护、给他爱照顾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他也需要你更多的温柔对着他哦，不是一直要他这个改变这个改变那个进步这里那里。他也需要你的温柔的对待哦。看字卡怎么说，给选到第三组。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？一起来看字卡。他有什么话想说？如果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他24小时黏着你，他都不会嫌烦哦。好想要此时此刻就能够把你抱在怀里，他好想你哦。他希望你是他最后一个亲人，他不想再换亲人了。
他有承受过的伤害呢，多过说能够数出来，都数不清哦。是你激发了他，这份友谊呢，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友谊，他要跟你有更长久、长久的关系。他有把你的照片储存在手机里，时不时拿出来看的。他这一生最棒、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能够跟你相遇、跟你恋爱哦。虽然刚才听起来好像很多的抱怨，但除了你之外呢，他谁都没有考虑的，他只想跟你在一起哦。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呢，他说如果可以的话，24小时黏着你，他都不会嫌烦哦。你是那么的令他喜欢的人，就在此刻，你看着这个视频，他也想要把你紧紧的抱着。他希望你是他最后一个情人，他不想再换情人了。他知道过去的他是一个比较花心的人，可能令你就是对他有一些心病，又或者是就他的前科令你无法去完全的信任他。但他也是说他也受了很多的伤哦，就希望你原谅他，他已经得到了他该有的惩罚了。大家重新再来，别一直想着他过去的错误，可以吗？很多时候呢，就是他有一些反应都是你激发他了，就比如你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，令他受不了，他才会时不时的去跟你斗一斗气的，就他真的希望这个感情有一个未来哦，不想你只把他当朋友的，虽然好像有很多抱怨，但他还是觉得你在他生命中出现的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哦。现在的他好想你，他时不时的会把他拿你的照片出来看哦，他有把你的照片储存在手机里，时不时拿出来看，看这个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？给选到第三组，来自对方的心声，还有哪些？最难过的是我在等你，你在爱别人，他无法接受你心中有别人哦。对不起，我爱上了你，但不能爱你，只能隐藏在心里。对不起，如果他没有对你表白的话呢？他想说对不起，而暂时的他还未做好准备向你表达他的爱。再看，你明明知道我会吃醋，为什么还要跟他靠得那么近？就如果你真的有照顾他的感受，你就应该跟别的异性保持距离哦。不是说他小气还是什么，就有些的人就是。明明自己没有办法给对方安全感，令对方吃醋了，却还要把责任责怪到对方的身上，说对方太敏感，就可以考虑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在乎他，就不要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哦。看这个神谕牌卡怎么说？给选到第三组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？抽三张一起来看，有什么建议？就是别把对方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哦，时不时的也要说一声感谢，或者是回礼这样子哦，就，让对方意识啊、知道你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，对方的好，说一些感谢的话。再看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梦境中哦，你所梦见的。有时真的是你潜意识给予你的一些指引哦，帮助你找到你要的答案。再看，可以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哦，采取行动的去，做一些你要表达的，就不一定什么都是很死板的用嘴说，也可以用唱歌、跳舞、唱情歌这样子哦，去画画或者写诗这样子的方法去表达爱哦，这种也是一种情趣。看答案之书有什么要说呢？给选到第三组，早点定下来哦，别一直怀疑再犹豫了，就定下来吧，拿你的决定哦，定下来，别一直就是飘飘的，你飘飘，对方就没安全感了，就让这个感情更加多波折了。好啦，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，希
能够经常保持喜乐的心，与对方相处愉快，会给令你享乐的人生，令你喜欢的享乐人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如果喜欢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还有留言哦，拜拜。